哎，怎么还没有出现？你还没出现，不要跳！因为他还没出现啊，怎么还没出现？哎，我到这边就还是没跳过了，真假的？忘记了，我忘了。所以你没有到建筑物那边哦？好像没有玩到。你没有玩到日式建筑物？那你哇，那你玩到很远，也没有很远。对啊，你没有玩很远。对啊，我那所以你跟李听玩了一整晚上，就只有走这一小段。等等，什么？你跟李听玩了一个晚上？对，我只想想起这块。你不是晚上直播吗？没有啊，他后来不玩了，我就跟西婆两个跳而已。不玩的部分是你们提的，是李听提的。李听提的，他怎么？虽然我们也很想提，但是想说算了。超笑，哈！李听好像只玩到第一根旗就不玩，然后后面的你有没有想一下，后面还有人想要跳那个弹跳啊？杰瑞，你怎么掉下去？我没有掉，我没有跳，我刚刚被你们拉住，不知道怎么跳不过，跳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去哪？有一根，陈慧是你了，是你了，是你了，你扛得住吗？扛不住。哎呦啊！哈咚！哇，四倍的！哇塞！不行，行不行？完了，我们练有点尴尬。我先让我上去，应该可能会好一点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链子被那个圆圈卡住了。好，我下去。我看一下啊，我们哎、欸，我们在卡住的情况下用这个弹力弹会怎样？我很好奇。我们应该会被拉回来。断了。好。成功了吗？断了吗？断了。知道的，我觉得好。有吗？有开了，已经开了。我、哦、真的。啊，不行，我不能从这里爬，我要下去。这个这台子。开了，但你拉，你要拉，你要拉，我在拉，对对，要这样拉过来，难得，哈，居然落地了，差不多哎，哎，是谁成为那个主力？小光，好吧，哎，我刚刚听有人说小光谁啊？谁呀？小光啊！主力怎样？说我，我让你们死！不会圈啊，怎么可能圈啊？圈，反正就在给他跳一下就好了。对没？啊，就啊，他每次掉下去用那个声音的时候，都有一种只是特别想把链子剪断的感觉。爽啊！因为玩这个的时候效果不大一样。哎、欸，上来啊！搞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叫谁？这叫谁？说谢谢，谢谢、欸、啊！棒！哎、欸，然后你又把这句话录起来，然后每次小光讲一次就按一次那个发话键。谢谢。那我把他的也录起来一起放。这感觉好像很机械啊！我跟你说，全部走最左边就没事了。不要嘞，不要嘞，最左边。啊，你不是不要？你去走啊，你走啊，我要走最左边。不行啊，我已经感觉到很大的阻力都是往左边，我就只能往左边了。有桃。啊！啊！电流极棒。呜。我要等石头甩开，我不想绕那一圈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有了，再来。Got it。现在是你的脚在下面吗？没有，你要空白键就可以停止爬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是有感。哦，这也是。
欸，没有石头了啊！哇，那我跳得多。这个队伍里面总会有一个老鼠屎，不知道是谁哦。那肯定是小光，肯定是小光，味道特别臭。好，我不爬了。你看，真的，你看，他直接摆烂，在终点前摆烂。哇塞，你们可以直接让我来回不去，哇，你直接。啊！还好，哎，我是往过这里，哇，好像没有。不要害怕，勇往直前。嗨，是真的可以勇往直前。啊，这是干嘛的？这干嘛的？再按下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弹跳吗？好了，你们先体验一下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那我知道移到哪里去？看到没有吧？请上来，谢谢。不太多、哦。准备。花色。哦、这个、啊、还要踩着。啊、哦！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还行。啊，再来是这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可不可以这样？欸、对对，他这里可不可以试一下？试一下这个位置，会不会太远了、啊？试一下，太远了吧？竖一下，竖一下。试试就试试了吗？准备。哎、欸，那肯定是。噔噔噔噔，真的是试试就试试哎。噔噔噔噔噔，谢喽，谢谢。啊！是谁成为那个老鼠？你有看过那种乒乓，就那种球绑在拍子上的那个游戏？超好笑！咚咚咚咚，觉到了。我正确的感觉到、那個、被拉回来。谢谢凯吉，让我感受到乒乓被绑住了。我让你感受到动能。好，来，吓歪了啦！来、啊、动你啊，动你啊，动啊，来动你啊！来啊，我也可以。可以，你个头、欸、歪了啦！歪了，歪了，歪了。到底是谁一直在调那个角度？这个也是歪的，我不定了。谢谢大家，我们要死。到底是谁在那边？啊，可以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就玩够，玩够，玩够了。这个差不多是玩够的意思。嘿嘿，哦，好远，太远。我刚刚以为我可以直接降落在那个油罐车上。啊啊啊啊！啊啊啊啊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哦哟，你们行不行啊？那个叫谁？那个绿色的是谁啦？小光吧？哦，看不下去。小光啊，应该是小光吧？眼睛可能有问题哦，我要看一下颜色嘛。没有吗？很确定？绿色到底是谁？啊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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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！哎，两个都被转了，真的？为什么？双陀螺，喵的好快啊！我现在跟喵他当战斗陀螺在对决，真的？红色级，我们还看不到。银牙猎狐啊，好了，走了，看不到那就没有意思了。错，哎，谁啊？是谁？喂，这里啊？你们飞去哪里？没看到啊！过头了，过头了！我在树上，我在树上，我好棒！我们长在树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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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碎！就你没踩到啊啊！我被谢啦，重来！你说啥呢？啊！降落成功，英雄四！哇塞，我们四个人同时在那一根上的几率有点低呀、啊！啊，我们接下去哪？不知道去哪？去前面那根呢？这根，这根，这根！啊！我被踹下去！这两个怎么办？我们要理他吗？好像没有差，好像没有差。哎、欸，完了！有差，他们两个会是被击中。上来，那个水蓝色的在干嘛？还有那个绿色的在干嘛？真假的？要这样，危险哦！你管下了，好，你先下了，你先下了，你先下。哎哎哎，凯吉在干嘛啊？啊，可以没有啊啊！我不想努力啊，就放在地上。帮你拉了，帮你拉了。看到。Let go！ 哎哎哎，救我！嘟嘟嘟嘟，看没有？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你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你怎么那么……我死掉了，有人慢了，死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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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我想说死定了，原来好慢，真的慢过头。我想说你们要冲那一把，下啦！好玩哎、欸，这个不会摔下去，好好玩啊！哎，快点哦！到底是谁？老鼠屎！哎、欸，那我就觉得他那一把真的没办法，就有人硬要走那一把。快上来，快上来！帮你们。好了好了，不行啦！好了，用手拉，用手拉。
上来，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好酷！你可以爬侧边呢，你可不可以帮他拉一下？你拉比较快，我拉杰瑞是另外一边呢。等等等，哎呦喂呀！是谁要拉杰瑞？好好，我这边可以拉杰瑞了。喵！拉了，拉了。怎么有？不对，有人反边了。故意的，有人故意的。但等一下会被绑住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看链子会穿过。哎、好像发现什么东西了、而且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你有看到最上面吗？你等一下怎么上来？我不知道，再转一圈啊！你们只要有人上来以后，把我吊在空中转一圈不就好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去当安全网。我马上绑打结嘞！快去给他撞一下，快点！哎、没有没有没打，解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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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爬我爬，你们上来！啊、哦！好了，好，哎、欸，这我觉得不行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我可以这样子作弊啊。他好像有个东西卡住了、欸。好快哦！无限列车啊！哎，被强迫下来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，奇怪，刚刚是什么东西卡住，导致感觉一到一个点。哎、欸欸欸，不，这掉下去了。哦，我走这，我走这。Let go， Lady go， Lady go。我会直接穿过去他的把把。Lady go， 哦、oh, 欸，啊、okay ，没事，我抓着，我抓着。不行，你抓的不行，你抓的没用。我差了没有，好吧。对你太高了。等下一波，等下一波，等下一波。Go go go！ 我觉得凯奇在好下面，好恐怖。对啊。怎样？我。好了，跟你们比起。都会照很下面的。你都会慢一拍，你都在我们身。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吗？真的。哎呀！你的头。但是问题就是因为你的头。就太高了，我们那上不去啦。会痛，好难判断啊！你可以把你的视角整个拉到侧边的，别人显然你就可以看到你别人高出那么一颗头。哦，我高人一等啊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哦，你看我直接穿过那个刺，好好笑。哇！穿过刺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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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边不能抓，然后最后就是这样。哦，这是哪里啊？我可以跳下来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没有，没有，继续抓，继续抓，继续抓，对，可以到更高一点。哦，哈？因为它这里不止一条路，它这里不止一条路。Temple， 居然这么有良心的吗？神殿，我是只要放开你们，就永远挂在下面。前面应该有踢人的机制吧？啊，没有吧？其实，这边是不是可以直接下去？哦，好像不行啊。确定可以吗？应该太远，感觉不行。完了，好突然哦，就这么突然的弹上来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，哒哒哒哒。刚有个叫声哎，的叫声。怎样？凯奇干嘛？凯奇干嘛？没有，被拉着转啊。是这样吗？好的，欸，这个也不对吧？这样可以吗？对啊，可以的，很准的，很准的。是啊，这么准。哦，这是爬的吗？什么？爬这个？哼 ，too easy， 没难度的游戏。讲实在，它后面真的越来越难度跟前面比起来低很多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但我没做，还没玩到后面。我跟你说，接下来耶，哎，接下来怎样？接下来啊，请看喵哈的频道。屁啦，看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也会。频道根本你又没剪，会吧？会。对啊，小哥都不剪的。
啪啪啪啪，这个泡泡到底是啪啪，它会动哎、欸，啪啪啪啪，啊，我们出去会怎样？啊，我知道泡泡是干嘛的。我会数掉。啊，你们这样知道这下面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我还在跳哎、欸，因为就大家的左右选择不一样，就出事了。加油！哎，啊，泡泡啊啊，泡泡不在的都不行哇！哎、欸，泡泡不在，后面的瓷砖就不见了。Let's go party！ 啊，你刚不能跳右，现在跳左，你气死我！我是左撇子，我要选左边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最近才知道你是左撇子这件事情。我跟毛毛都是左撇子。凯吉也是左撇子。啊，他怎么是左撇子？ Yeah. 他一直都是左撇子。那本来就是啊，他那么笨，怎么可能是左撇子？你也是左撇子，你在说啥呢？你在说啥呢？你觉得有差吗？你也要笨的，你在说啥呢？左撇子 IQ 不是很高吗？这个笨笨的怎么回事？哈？你在讲什么？你在说啥呢？你也是啊，是啊，你在讲啥呢？奇怪了，你一样吗？你在自我介绍啊？奇怪，凯吉那么笨，怎么会是左撇子？我没办法接受左撇子一组。好，小光，哎，你知道我觉得最有趣的是，你们明明就很常一起去吃饭，这个左右撇子的问题为什么他这么久后才发现？没有在注意。我好像知道那个光虎是右撇子，其他不知道。左撇子，但是注意光虎，凯吉自己要小心一点。你摆你。啊，不是要跳左边、欸，怎么要跳右边？是怎样？没事啊，左边，左边，好、啊，左边。哎、欸欸，怎么还没有出现？你还没出现，不要跳！因为他还没出现啊，怎么还没出现？什么？哦哟，他左撇子的，我不能接受啦！左撇子怎么这么笨啊？啊！你要不要看看你？你要不要看看你？你看看你，好笑。现在在嘲讽全台所有左撇子，是不是？完蛋了，所有左撇子，快点去那个骂小光。我是说左撇子都是聪明的。然后对他说左撇子。啊！哎呀，左撇子之齿好难念哦！哎，短、欸，哦吓死我！我还以为我的 DC 又 G mode 了，我就要再发一次喵哈的消失。可以耶，那不是你期待很久了吗？我好难过。你希望对不对？这样你就有实现流量自由。你要先确定的流量真的有算收益观看，搞不好只是点进去哦，原来是这个，没事了，直接关掉影片，然后根本也没多少事。你可以从后台看他们观看时区时间就知道了。对啊，现在还不能看啊，昨天才发的，应该还要再等一阵。那应该还要这两天。我是还蛮好奇的，搞不好真的是点进来哦、欸，没事。为什么我可以看的呢？我今天发的，我今天就可以看的呢？不是、欸，你看观众看的时间那些数据分析耶、欸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用手机啊。啊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啊，可以看到后台可以看到分分、啊、它的排行后面会有那个持续时间。对，下面有一个持续时间分钟数啊。哦。你去看那边呢？你那边的第一名下面不是就会显示了？就是观众总看大概多久这样？对对对。为什么我们边聊边跳反而比较有默契、啊？讲实在，我们之间就没有人没有搞事的问题啊。对啊，因为聊天就不搞事了，就忘记搞事这件事情。惨了，这样子不好看哎、欸。真不好看哎、欸，好像要搞事哎、欸。对，哦，凯吉哦，搞什么东西啊？左撇子干嘛？我很努力啊，努力走下面，你是左撇子之齿啊？左撇子之齿真的好难念哦。左撇子之齿，左撇子之齿。其实我不是完全的左撇子、欸。